体会了一下，感觉还挺刺激的，觉得这些景怎么拍得好好看，景色特别美，然后这边的天空也很蓝，也很好看。之前就是说全家失业的就到外面去，为了挣钱嘛，然后就每年都出去，现在就是说这家乡这边雪场也多，游客也开始越来越多了，考个证然后做一个教练，现在也能挣到很多钱嘛。